呢度係香港復古遊戲博覽，啱曬我呢啲老屎忽機迷去睇下噶。究竟佢啲珍藏我認到幾多部咧？依家入去睇下啦。喂，超人同埋超武鬥傳係人都識啦，但我犀利在邊咩呢？連個密碼都記得啊，上 X 下 B 左 L 右 R 啊，錯咗唔係有超西唔通咯。記者玩得最開心嘅咧就係 Dreamcast 呢款嘅光槍遊戲，不過現場最令人驚喜嘅都係呢一款遊戲。呢款魔界獵人係一款超級任天堂嘅新遊戲。呢款格鬥遊戲咧就由以前 SNK 嘅員工去開發嘅。咁 SNK 係啲咩呢？就係以前啊開發拳王呢個遊戲嘅廠商啦。咁佢呢款超人遊戲咧就嚟緊出年嘅二月應該會推出噶啦。呢個展覽咧係免費入場，舊 game 任打，亦都有好多嘅珍貴舊遊戲機展出。好似呢一部 Panasonic 嘅 3DO 第二代，只係出咗開發用主機咧就胎死腹中啦。